今日 G 点同大家 GG 玩压政棍中嘅清流林卓廷啊。点解话林卓廷系清流？皆因其他手足一味投诉监仓好热，要求厨房改善呢样改善嗰样嗰阵，林卓廷虽然有份审，但佢自己为咗解暑，积极谂计，竟然真系俾佢研究到一套散热大法。与其揾人解决，不如自己度巧。林卓廷 Facebook 近日发布了一篇林卓廷的浴中解暑小贴士，这篇大作内容非常丰富，包括夜晚睡觉揀瞓地下，极热嗰阵可以先用水整湿笪地，再瞓在水上面。林卓廷话咁样至少可以帮助入眠。林卓廷仲教大家做运动嗰阵可以先整湿块地，话解暑得嚟做完大汗运动之后，仲可以利用地上面嘅水嚟清洁地上面嘅汗水，一举两得。求人不如求己，林卓廷踎出心得，品味出精彩人生，真系好叻猪啊！好文不妨一睇再睇，小编建议呢篇大作应该加入黄型入册指南，俾手足慢慢抡啊！